海绵宝宝的捉水母网网被偷，怀疑是最好的朋友派总偷的，难道他俩要因此决裂了吗？到底谁才是偷网贼？跟北妹儿一起看看吧。这天俩人正在水母田看每年最壮观的连续三天水母大迁徙，你看这个瓦蓝瓦蓝的，还有这个大尖缸色的全集水母，这还有个屎黄色的，真不错真不错，不愧是史上最大的迁徙。俩人掏出自己的捉水母神器，明显看出派总这个没小海绵的好使，人家那个用起来仙气飘飘，他这个笨咖的一个也抓不着。一直到晚上，派总的网都烂了，一股风就洗碎洗碎的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看小海绵在那显摆他的神器，派总属实是羡慕了。要是你给我一只，我死都可以了，我可以用胡萝卜换。坐大巴回到比奇堡，俩人互道晚安就睡下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小海绵扒开眼睛就要去捉水母，结果大事不好，宝贝的捉水母网网不见了，这可咋整啊？那可是小心肝啊！小海绵和派总开始在大街上张贴寻网启事，嘁哧咔嚓的，其实就贴了这么一个旮旯。这时新闻上播报水母大迁徙的盛况，小海绵抢过主持人的麦，悬赏20.38元找回他的网，这活儿老谢肯定接呀。回家后，小海绵就开始等电话，派总一个劲儿打电话问呢，给小海绵气的，你可别打了，占着线别人该打不进来了。小海绵左等右等都等绝望了，突然趴窗户看见派总夜深人静的在那摆弄网网呢。小海绵脑瓜缺根弦，回身躺床上睡觉，后背一凉，突然感觉不对劲儿。第二天正好派总来找小海绵，这时候小海绵已经开始怀疑他了，派总用笑声掩饰尴尬，小海绵还是不信，又送派总一个真心话熊熊，可以把秘密都告诉他。接着小海绵马上躲在角落装成熊熊的声音套派总的话，没成想这铁憨憨还真上套了，而且这事儿还跟海绵宝宝有关。小海绵一听，这不就是他偷的吗？马上乘胜追问。然而这件事儿其实是派总不小心把他牙刷掉马桶里，也没洗又放回原处了。听到这儿，小海绵都崩溃了，原来这几天都是用奥利给刷的牙。之后小海绵来石头家敲门，这晚上在里头不知道搞啥猫腻呢，干敲也不开门。小海绵进去一看，正好看到派总手里拿着网网，气炸了，正要抓个现行，谁成想他藏在身后疑神疑鬼的，到了也没拿出来，那家伙吓得都直冒汗。小海绵越寻思越不对劲，想起前几天捉水母派总说的话，怎么想就觉得他就是那个小偷，错过这次揭发他的好机会，小海绵又想出新点子，开始全天监视派总。就这样拿个望远镜监视了8个小时，恰巧被派总发现，小海绵一脸做贼心虚的样，看地上的大坑就知道派总今天啥也没干，就在那站着来的。小海绵气急败坏，拉了个脸鸡挠的回到菠萝屋。这还没完，又变成两撇胡先生找到派总，使出杀手锏，要花10亿美金买派总的网网。没想到派总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别说花10亿了，就10块我也不带卖的。那你这是拥护点啥呀？他对我比金钱还重要，是我朋友海绵宝宝的。这回你承认了吧？早我就知道是你跟我俩装模作样的呀！我是你的好朋友，现在已经不是了，你这个偷网网的小臭贼！刚才派总话没说完，其实这是给小海绵的礼物，是他花费好几天亲手为他做的。小海绵这才知道误会了派总，然而为时已晚，派总这次真的受伤，他觉得在这儿已经没朋友了，打包好行李卷子要离开比奇堡。小海绵肠子都悔青了，一顿道歉。这时公车司机递来了小海绵丢失的那个捉水母网网，原来是他屁大掉心的拉车上了。影片最后小海绵把失而复得的网网送给派总，俩人一报泯恩仇，手里的网网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。朋友或者恋人之间难免会有误会，既然是误会解释清楚就好，不要被这种小事儿影响感情。金莲送客，观音走好。北妹儿的童年不是痘痘痘痘变，就是巴拉拉能量，就觉得自己指定会点啥魔法。这集海绵宝宝手持魔法宝典成为魔法师，竟然把章鱼哥变成了冰激凌，还差点被派总吃掉。会魔法的小海绵会就此黑化成为黑魔仙吗？北妹儿带你来看看吧。小海绵正在家又崩爆米花，瞅这架势好像马上就要爆了，也挺尖。提醒完小窝，自己拿个二大碗护住脑袋，就听夸嚓一下子，菠萝屋像刮了个爆米花风暴，
就这么边吃边看电视，广告里播报你现在是不是勾巴的挺无聊，好像屁眼子生蛆似的无所事事，一下蹦出个大窝窝脸，改变自己只需要一点魔法。小海绵一听瞬间心动，屁颠屁颠的赶紧去给商家寄邮件，急得把邮箱都怼过进去，当然了也连带着他自己一块儿。过了一个来月以后，期待已久的魔法宝典终于到货，小哥哥心善呢，狠了狠呆的哐哐就往里怼过，海绵方块变成个海绵圆柱，拆开魔法套组，有魔法棒，还有魔法假胡子，就连魔法师见习执照都有。换上这一身行头，第一个就来烦章鱼哥。他先是往老张手里放了一张扑克牌，正等着见证奇迹呢，小海绵闷头没完没了的查咒语，感觉过了一个世纪，这小海绵还开始玩上杂耍了，一看就是老手子，终于开始念咒语，没想到把章鱼哥变成了冰激凌，我去，这真有两下子啊！小海绵都惊呆了，机智如果海绵宝宝啊，那家伙坐地就飘了，拿起魔法书寻思把老张变回来，磨磨蒸蒸比比划划的，完了大事不好，章鱼哥变不回来了，什么芝麻开门妈咪 baby 后啥都用上，全都不好使，给小海绵急得哇哇哭，没成想玩大发了，把自己好朋友变成个冰激凌，你说这扯不扯呢？小海绵从此成了护花使者，带着章鱼哥一起去看电影，晚上还给他讲睡前故事，盖好被子怕着凉，第二天还一起去沙滩晒太阳，估计他忘了老张现在是个冰激凌，都给晒化了，一会儿没看住还让人把脑袋抿一脚。小海绵开始跟时间赛跑，捧着西汤子回到家赶紧放冰箱，还好老张并无大碍，贴心小海绵还给老张找了个女朋友陪着，护花使者很到位呀，一切都很美好，直到派总的到来，听说老张变成了冰激凌，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还想嘬了两口，冰激凌面前谁也拦不住，没成想老张能这么好吃，小海绵忍无可忍一把抢过来，展开一系列思想教育，派总的汗喇子堪称冰激凌天敌，只要沾上一点直接从西汤子进肚，看到这一幕小海绵彻底崩溃，满脑子都是章鱼哥融化了，章鱼哥要嗝屁了，自责的都撞死自己，奈何他是块海绵垫子，突然发现惊喜，魔法盒上写着9岁到99岁都不准玩，当然重点不是这个，是要去找魔法大师救章鱼哥，魔法大师就是广告里那个大窝窝脸，小海绵阐述事情经过，魔法大师却一再推辞，这功夫才发现原来都是一场骗局，哪有什么魔法，不过都是哄小孩的营销把戏罢了，说可以给小海绵退钱，但是小海绵要的是章鱼哥，你是骗死人不偿命的奸商，你用贪污腐败的方法严重污染神圣魔法的圣洁光辉，结果这一脚奔出去，小海绵悲伤逆流成河，眼睛都快哭瞎了，开始胡乱念咒语，蛤蟆蛤蟆气骨，气到8月15看动漫找北妹儿，看动漫找北妹儿。这时章鱼哥从公车上下来，顺手扔了那瓶冰激凌，到底咋回事呢，让我们回到最开始变魔法那阵儿，其实是章鱼哥等得不耐烦，自己坐公交溜了，冰激凌是一个熊孩子路过不小心掉的，小海绵还以为自己真是魔法师，影片最后派总饿了，让小海绵给他变成一罐美乃滋，扬言要自己吃自己，可谓是很豪横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，金莲送客，官运走好。